这边。来，谢谢。你这么正经请我吃饭，什么理由啊？没有理由我就走了。有，这次吃饭主要是要庆祝你比赛表现得非常好。这个理由还算充分。吃饭吧。吃啊！吃。姐，上次后台的事，在一个不适当的场合，确实是我冒失了。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可以再等。你还是要。逼着我说出那句话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等我了。为什么？你等一个做不出决定的人做决定，你不累吗？静远，你到底要逃到什么时候啊？没有逃啊，只不过我现在刚刚开始想要好好工作嘛。那我一谈恋爱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就没有办法全身心的投入工作。好了，我不逼你了，吃饭吧。喂，今晚有庆功宴，我和林浅都来，你来不来？啊，忘记跟你说了，我不太舒服，我想在家休息几天。静媛没来看你吧？我现在想想，可能我这次有些着急了，见到我他会尴尬吧？好吧，你照顾好自己。表面看上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，其实一肚子坏水。我这不是近朱者赤吗？你干嘛？你不说近朱者赤吗？给你顶两颗朱砂痣，倍儿帅。